第二十四题，下列有关物质三态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说气体是体积不固定，形状也不固定，所以它的气体的体积可以改变，所以 A 说它有可压缩性是对的。我们体积不固定，形状不固定，所以选项 B 说气态物质的体积及形状都会随容器而改变，这也是对的。那我们知道固体是体积固定，形状也固定，所以 C 选项说固态物质的体积和形状都不会随容器的改变也是对的。而我们的液态物质呢是体积固定，但是形状不固定，所以选项 C 说液态物质的体积不固定，但是形状会随容器的改变是错的，形状会变是对，但是呢体积是固定的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于物质三态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液态物质的体积不固定，但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。